不知不觉已经到年底了，聚会也越来越多，今天教你们一道绝对拿得出手的，快让你的男朋友写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腌制好的巴沙鱼裹上炸衣，油温八成热就可以下锅了，炸至表面酥脆，两面金黄，听听这声音就知道多好吃了。淋上沙拉酱，没有骨头外酥里嫩，小孩老人肯定都会很喜欢，快点学起来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